有一个圆形，我有一个三角形，我还有一个长方形，我还有一个三角形。那我也有一个三角形，我还有一个三角形。哇，怎么好像是个拼图一样？你敢吃吗？我不敢吃，我不敢吃。你不吃，我吃。这玩意儿那谁敢吃啊？这有什么不能吃的？我现在就给你吃一个看看啊！先看这个圆形，能吃不能吃？能吃能吃，不能吃。哇，这里面有夹心呢，好香呀！我再给你看一个吧。这外面啊是鸡蛋皮儿，里面呢沙拉酱，哇，也是夹心的。再看看这个就有意思呀，这个呀好像口袋一样，里面呀好像是带有果肉的。你看这个是荔枝的，那这个呢？哇，酸奶的。继续，哇，黄桃的。还有每一个里面都有夹心儿，松松软软的。我现在就咬一口，嗯，我第一次吃里面带有果粒的面包，非常松软，非常好吃，根本停不下来。嗯，我还再吃一个，吃个圆形的，超级美味。嗯，太好吃了。你搁哪买的？挺好吃的。这个呀是老将手做口袋面包，现在出了新年礼盒款。这一大箱分量老足了，哇，这么多！它的款式也非常多，有这种圆形的、蛋皮的、水果的，还有三明治的。好吃好吃，你们喜欢吃吗？